这是车哥给我的佛心果，一会儿就给它开开啊，开开看看里面有没有金包玉啊，或者葫芦形啊，看看能开出好东西来啊。这是一种植物，植物上结的果，就是这一层软皮给它剥开，然后里面就是一个应该是籽儿，像玉石似的一样的籽儿。太慢了，是脚慢。我这好像里面怎么这么大呢？我昨天看他们锯开的那个也这么大呀。这个也要给它拉了，看看这个是应该也是个硬壳甲。像个椰子似的，哎呀，这么硬啊！是你给它打磨了，这有点像一颗小桃子似的。还剩一点这小巨小，没有金毛玉啊，就是个白色的。做个造型，简单的做个造型吧。结果啊，这个佛心果，掉一个小桃。